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der。虽然讲的有点迟，不过不知道各位圣诞节过得如何啊？有没有收到各式各样的马克杯？今天又是 IP 改编的主场，《盗墓笔记》手游。路服于去年的9月13号开始公测，开发商是中国的游族网络，台湾的代理跳板是游游网络，而下载平台则是挂在一间新加坡的公司 Maria Gaming 旗下。而这间也都是负责游族在台港澳地区的营运，而在旗下目前营收最高的就是那款2020年上架的《少年猛将传》，当时应该不少人跟着氪爆了，在上个月的话还有近400万的营收，所以看得出来厂商急需其他的产品来提高获利。当时这款游戏的台湾代理是剑圣游戏，但很碰巧的是，这公司也有好几款游戏也都在近期公告停运后转由那间新加坡公司接手了，看来这其中也是有猫腻啊。那讲回到《盗墓笔记》，该作品为中国作家南派三叔于2016年开始撰写，借由从小周边的所见所闻，将古物、盗墓、鬼怪、解谜等元素糅合而成，打造世界观极具吸引力，在当时也一度非常的热门。所以之后如果谁想要触及这个题材，也几乎逃不开这个作品以及另外一部同期的《鬼吹灯》。我以前也跟风看了《盗墓》的前传《老九门》的戏剧，虽然收尾的一般般，不过整体还行吧，至少看看帅哥美女演戏也是挺过瘾的。而前几年开始 ，FB 被大量的大陆影片解说自录，其中有一个关于赌石的作品《黄金瞳》，就是这个南派三叔担任策划的。不得不说啊，这类古物题材是真的蛮有趣的，但做成游戏的话，呵呵，又是单纯的毁灭 IP 利器。游戏国际版在10月已经上架，但营收状况对于该厂商显然并不是太理想，上个月居然还未达千万台币。实在是愧对换品 MMO 手游的名号啊！没错，这也是款 MMO， 我们等等会介绍。而台版看这个预约状况，从原本的100万预约下修到40万，可能到时候为了赚红包钱，只能灌水硬上了。这边也不免俗的继续征求，如果抽到这些游戏大奖的观众，欢迎来留言。但如果是水军就免了。我们先来看看游戏的主视觉特色，沉浸式盗墓体验。哦，那代表你的音乐跟剧情塑造应该很不错吧？那我们就来开始看看游戏吧。很好，又是标准的滚服，这游戏什么含量应该这边也差不多了。然后有提供一个捏脸，在近期开箱过的 MO 来说，只能算是一般般，说不上多精致。毕竟除了脸部以外，其他能定义的选项相对较少。而作为一款 MO， 你脸捏得再好看，还真的不如一叠钞票来得香。而游戏很贴心的，一开始没有提供自动，需要你手动完成，也是开发商给予玩家最后的沉浸式体验了。从画面开始，你就会体验其他换品 MMO 那毫无区别的玩法。但凡你能从那些挂机游戏内找到的玩法，这边一样也不会少给你。什么自动巡逻打怪、自动组队副本、材料锻造强化、宠物坐骑时装、每日按表操课、战力排行榜等，应有尽有啊。而古物的设定在游戏中也被作为装备跟收集用，沦为升级战力数值用的工具。想强就花钱去抽，至于什么解密跟探索就根本没有了，小蛋鸡嘞。那说好沉浸式的剧情呢？还是不要想太多吧。先不说这类换皮 MMO 游戏，一般用户都是在拼战力、冲排行、赶进度为主，想靠那简短的过场对话来交代完整的世界观，也实在是太难为厂商了。如果真有那时间，为何不去买本原版的小说，泡杯咖啡，放首优雅的音乐，花点时间细品真正的剧情，难道不香吗？还是早日醒醒吧。而不意外的，在福利里面也是四档位的月卡，服务上中下收入的用户，当然什么 VIP 等级、手厨、各单价礼包、通行证也不在话下，策划也是安排妥当，假装不经意的引导你去查看，各类韭菜全部通杀。还在等什么？现在就卸载这超好玩的《盗墓笔记》。下一款《镇魂街：天生为王》，这款也是 IP 改编，原作为中国作家许晨于2010年在网络连载的漫画《镇魂街》，世界观是在讲述人灵共存的世界，具有特殊体质的祭灵人可以透过守护灵来战斗，展开一段爱与冒险的故事。而这些守护灵都是些常见的神奇跟武将，所以在阅读上并不会太过于陌生。不过这类作品在过往也有，也不算太新奇，像是经典的《JoJo》《通灵王》也有类似的设定，更别说守护灵这个概念在宗教信仰、占卜、文学作品等也是被广泛的运用。虽然名词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概念上大抵是雷同的，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世界观设定较为一般，还是要看剧情如何编写了。游戏开发商是中国心源互动旗下的奥数网络，由那间专搞 IP 产业链的中手游委托开发并发行，
之前也介绍过不少款他旗下游戏，过往很多 IP 改编都是做成卡牌或者换皮 MMO， 既产出门槛容易，也更便于练财。而这款游戏难得是做成动作类的玩法，剧情上靠大量的漫画画格来表现，角色也有对应演出被搭配语音，观赏体验上确实还算不错。但转换到 3D 演出的话，就显得有点落差了。守护灵的话倒是还好，但人物方面真的是不太好看。那这边就接着讲美术建模，老实说真的也是蛮极端的。你如果真要说它不精细的话，从服装配件等细节外加材质渲染来看，其实并不差，但合在一起就是很别扭，尤其在女性角色上就特别的明显。虽然该晃的还是会晃吧，但就是看上去既不色也不特别好看。当然可能最大原因是因为没有对上我的XP，反倒因为守护灵本身比较有魔幻感，看上去都比角色好看很多。当然也有可能建模师是从 MAO 那边调来的，毕竟是熟门熟路的老本行了。战斗玩法为单人作战可切人的三人小组，可透过触发守护灵来协助打组合技，并且能释放后台角色的辅助技能。可能因为我同时有在玩战霜跟孙空之眼，也摸过一阵子的崩坏三，所以觉得玩起来挺有即视感的。但至少是比前阵子某款剑神更像动作手游多了。不过毕竟两者的粉丝基数天差地远，能靠摆烂跟不能摆烂的吸金量并不在同一个维度。游戏的打击感不算太差，操作还算跟手，也具有该有的受击表现，或者其他像闪避反击、浮空倒地等判定，以及配合运镜表现的动作张力也还算到位。不过在奥义演示跟技能特效上就做得有点廉价吧，整体突出一个直接爽快，但没有太多的记忆点。只要讲稍微特别一点的话，就是有专属守护灵出场的环节跟关卡，你可以操作那些守护灵大杀四方。而游戏的整体干度并不低，但凡你有20体力的话，绝对不会没事情做，原因就是因为那逆天的养成。而拆分之戏就只差没把角色本人给肢解了，就是把别人该有的优缺点都缝进来了。虽然简单概括起来就是突破、等级、武器、技能、套装，但分歧看下去就觉得非常的烦。除了个别都需要升级以外，要浓的东西真的也够多了。首先角色突破可以从 R 级升到 SP Plus，当然以理性而论，一般都是以 SSR 当主力为主啦。而突破采用的是万恶的碎片机制，虽然只要你持有该角色就可以靠关卡获取，但每日的数量有限，就不知道农个一年有没有机会突满就是了，不如还是靠抽比较实际一点。另外品级是会解锁额外技能的，再来武器也有品级跟突破，要求的数量也并不简单，必须要抽到多把同名武器才行，而提升上去也会解锁额外技能。再来是守护灵本身的技能，也一样有品级之分跟突破养成，而每位角色官方也贴心的帮你配置了最佳解，虽然这项可抽也可以靠关卡每日慢慢的浓，但技能池老实说非常的广，真的如果想浓到你要的话，就看厂商是先官服还是你先退坑了。最后一个是武魂机，除了特定的技能加持以外，每位都还需要刷6个蓝位的装备，最麻烦的就是这必须靠组队才能获取，而当你把这些一个一个拎出来细算以后，就会觉得厂商总是能把数值玩得非常的花样啊。而为了怕玩家觉得太作业感，但又不想要你过得太舒服，所以在主线以外，虽然他没有给你快速扫荡，但还是有提供你自动战斗，算是良心与黑心各半吧。讲到这啊，对比那深空之眼，到现在还是完全要手动，不时装扫荡又不能提高消耗上限，每次活动的干度又直线上升，是不是该检讨检讨了？而 IP 结合氪金方面，那可是中手的强项了。抽卡方面，角色大小保底160-180抽，而其他就是有机会抽到少量的碎片，而每次抽将近1100元啊，就是在告诉玩家，我的 IP 虽然不比人家热门，但这该有的牌面还是得摆上去。而武器也落在差不多的价格。好在它不是碎片，而且还有个心愿设定，靠强捞的话还是能捞一把出来玩玩。而抽技能虽然价格便宜了一半多，也跟武器的抽卡规则一样，但整体的技能值是真的有够多，看上去的氪金 CP 值就非常的低啊。而其他就是永不缺席的通行证、月卡跟礼包，但凡别人有的，我怎么能少？而宝贵的体力资源当然也是被拿出来贩售的重点了。而如果再结合我刚刚提到的养成，就知道厂商在打什么算盘了。然后他居然还敢卖时装，看了一眼，真的除了男角以外，女性都做得不怎么样啊。整体来说可以当作剧情启动器，稍微体验一下即可，但如果深挖的话都是满满的坑啊，能跑则跑，别陷入太深了。而且官方在开服当日还搞了个兑换奖励 bug， 导致一堆人无限刷兑换码，虽然公告是封了，但难保没有漏网之鱼，而至今这个兑换码功能还没有修复完成。想想这个最基本的底层机制都能做得这么不严谨，未来如果再被搞出个什么 bug 也是不用太意外了。结论，纵横不出方圆，万变不离其中。但凡 IP 遇到手的话，真的10个里面9个妖，都只是被拿来装点门面用的，根本不可能被好好爱惜。另外，最近那款魔宫天下为局，
广告是真的打得有点凶啊，也请来了一堆网红艺人来带流量，好玩是一定不好玩的，但肯定是能割爆爆赚一波，就等之后上架再来细品吧。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是明德，我们下次见，拜拜。